本期节目要抽一个黄金日版可乐丸哦，记得要看到最后。本期节目由兔子家玩具屋赞助播出，粉丝团与虾皮连结都放在说明栏哦，欢迎大家去逛逛。嗨，大家好，我是麦斯德，今天我们来开箱瓶盖人。那么今天要开箱的这个厉害啦，就是这个日版空运 BOT12 黄金可乐丸 Switch 可联动组，哇，终于可以玩到联动版啦，真的非常感谢兔子家的帮忙。那我们其他话都不多说，我们赶紧来开箱吧， Go。 来，一样有一个缓冲的底部。好，首先的话是这个两个瓶盖，亚洲版本的话呢就是比较多的黄金瓶盖，日版只有两个哦。然后一样的黄金本体，一样的黄金盔甲，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块啦，可以让你安装 Joy-Con 的零件。诶，不过这样的话你如果是买 Switch Lite 好像不能玩诶。我看一下啊，的确必须要是这一种 Switch 才可以玩哦， Switch Lite 是不可以玩的。好，那还有最重要的下载码啊，下载码应该是在这边。这四个小贴纸啊是要让你贴在下面做防滑的。来，那个本体先放一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下载码。好，这四个小贴纸要留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一张。诶，不是诶，这一张居然是广告单。所以呢这个下载码就会在这个说明书里面了。好，在这里。好，现在呢我们来准备我们的 Switch。好，准备好我们的 Switch 之后呢，我们来把它进入 eShop。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啊有个叫番号入力啊，就是输入序号。点进去之后呢它就出现这一列啦。我们来开始输入上面这个 download 番号。确定。诶，出来咯，就是这一个。换取确定按下去。啊，有了，出现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都在这边给它終わる就好了。好，这样子就开始下载咯。那下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先把它放一边。那我们今天的测试呢就使用这只黄金可乐丸来做测试吧。好，我们先快速把这个给组装起来。好，那我们这样子黄金可乐丸就组装好了。那我们先把它放一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奇妙的东西。诶，它其实这个盒子啊跟我们买那个场地啊可以组成盒子那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它里面有多了一个机关，就是这个白色的一个按钮。少了这个的话呢，我们的那个旧衣抗就卡不上去哦。好，我们现在把它的防滑贴纸把它装上去，这个感觉是有一点橡胶的材质，摸起来啊防滑度还蛮好的。好，我们就按照说明书呢把它贴在了这个四个点。然后它这个贴纸啊它没有把它切得很透，所以还是需要一点力气把它给拔起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防滑效果如何。欸，我觉得挺不错的欸，没想到这四个小小的粘得还蛮紧的。然后它的这个盖子呢有两个玩法，一个呢是足球射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它装上这个Joy-Con啦。它这边有一个凹槽，刚好可以扣上这一块的地方。首先压住这个白色的，让这个往后退，然后再把它放上去，扣起来。欸，所以是可以的哦，保护壳是不需要拿下来的，它就可以扣起来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这个游戏。哇，看到这个真是有够感动的。接下来呢它有三个模式可以玩，第一个是力量模式，第二个是速度模式，第三个是控制模式。我们接下来移到战斗场。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试第一个游戏 Power 模式。居然还有剧本。准备。好，来。第一发。有。来，第二发。哇，打到自己的瓶盖。诶，他这样也有算啊。来，第三发。好，三发打完。这个也太有趣了。
还能弹多远呢？怎么感觉好像很近啊？415，这样也搞不懂是算好还是算不好哦。好，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准备来玩下一个游戏。好，我们接下来玩第二个速度游戏。来，说明是要打九次，打越快越好。好，准备。OK， 来，有，哇，擦边，卡蛋卡蛋，有，有，哇，打到下面好像不太会感应哦。有，他刚刚是不是自动帮我加了一下？哎，还剩两个，还差一个，快！好，有了，我们来看成绩。34，感觉还不错，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控制模式。这边的话呢，是要把它这个整体分成左右，然后按照提示右左右左连续来打。哇，这感觉非常吃瞄准哦，这么小一个。第一个是右，右边这里。有。第二个是左。哎，我插到，但是没有计算。有，再来是右边，稳定，哇，往回打到，来左，打到，来右，哎，这个没有计分，哎，挡到了，右，有，好，来最后一发是左。哎，打到下面，打到下面好像真的比较不会计分。哎呀，擦冰球！哎，我有打到吗？好了，我看成绩。50%，有这么低吗？可能是有一些是从后面打回来的，还有就是擦边去得到分的。这个可能让他判断呢会比较错误。好，我们游戏都试完之后呢，我们来先回到桌面。好的，那我们刚刚测试完这三个游戏之后呢，我们来做一点心得分享。首先它的感应方式呢是感应它的摇晃，所以啊，你的桌子最好是要平一些，这样子在测的时候会比较准确。然后呢，也因为这样，你在玩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移动你的战斗台，因为你如果摇动的话呢，它可能会因为这样而侦测到，会造成误判。再来就是呢，你如果有宝物壳的啊，我会建议你把它拿开，这样子测呢会比较准确一些哦。然后我刚刚在玩的时候呢，你如果放久的话，我会建议你在玩之前先把它拿起来倒平，然后再把它放回去，让它重新的重置一下，这样子呢也会减少它一些就是可能会有歪斜啊或者是震动而造成一些误判。那整体体验起来呢，这些还算是蛮有趣的，毕竟买一个玩具呢，还有送一个小游戏让你来体验啊，真的是还非常的不错。不过这个整体的体验感起来呢，还是有需要加强的啦，但是尝鲜还是非常可以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测试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请帮我点个订阅，给个喜欢，然后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感谢大家，拜拜。